外地人来台南应该很想要做这个。外地的。我们没做过，我也想要来做这个。就像我们去泰国也是去做旅游，对吧？对啊。在里面吃。就像我们去增温水库也想要做增温水库一样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都没有吃过，我可以做啊。还有一个是全航段，它是绕一整圈的，100块。因为它其他的什么金色的就是一条直直的线。所以台南本身就很好玩，不用跑到外县市。现在就安平内港。